GoPro 类似吗？Insta360，哇，很酷哎！对，那个我有美肌吗？我帮你后置，后置美肌。可以。哎，你们要，你们吃了没？早餐吃了。超热哎！很热啊！你们要去哪？你知道刚刚还没把饭吃完。哎呀，我吃了一点，好难吃哦，我就吃了一点而已。啊，这附近我们是想要找地方坐，但是。路易莎。对啊，好走。Seven。好。所以修到是要2:30。对。最近开了、哦？不久，大概开了一年快2年吧。走过来，还有位置，我们可以进去。你要喝东西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我问一下，我问两位是吧？还要定位哦。哇，他们超多人。哇，好浮夸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等一下、哦。两位吗？对，对，那个我是跟Ruby一起的，然后他在帮我问。哦、
我拿给你，等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帮我们看一下第一页的用餐须知。那点餐的话，我们柜台点餐结账买单。餐具准备都是在中间要自取，洗手间在这边。那我们用餐时间是两个小时，如果要吃早午餐可以先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。便当，然后我说我要吃点东西，哎，你看我干什么？啊，你们那个蛮好吃的，我觉得看起来都蛮好吃的。你是犹豫哪一个？啊，这个也不好吃啊。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。你直接讲里面，对，它就是壳上切一半，然后上面里面有虫，虫会蛋，然后软骨是汁，然后有几那个酱。你很饿、啊，他看起来蛮饿的，蛮震惊的。因为十点，我们十点几点吃早餐？对吧？十点吃早餐。好，那其实差不多了，过了四个小时。我是想喝，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好喝的？你要什么的？咖啡、气泡。咖啡应该就其实就差不多就是那样嘛，没有什么。有一个有特调、啊，这个是咖啡。这边有那个冷萃、哦，冷萃，冷萃柠檬汁。云巧觉得这个很好喝啊，所以所以君拿在这边，他今天没办法，他是明天，我们是轮流来试林汁，一人一天，所以你们之后不会平常不会待在这里，不会，我们都在天府店，就是只有一人一天来吃这样。硬要说，我觉得这个蛮好喝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菜。你说梅橙酱，就是有点苦苦的。然后再有再加浓缩，然后再跟那个再加那个通灵水。所以它是多大杯？这样，哦，那种小杯的，是冰的。冰的。你有喝过这个？有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是我的菜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你的菜、啊。会不会比刚刚有比刚刚那个真奶甜？没有。那就可以。它是加气泡水，然后它的梅橙酱本身是会有点甜，然后再点苦，然后是用那个陈皮。而且我记得你不太喝咖啡的嘛。我会喝咖啡，但是我不太喝美式。所以你自己觉得这个好喝？还不错。那就来这个。好。所以这是你做的？不是啊。所以你现在可以做吗？在这边我不会这种料。所以你做在天府，主要是负责外场的。然后跟点餐结账。你可以帮我点餐。不行啊。啊，那你在帮你们点餐、啊，我只是在跟你们聊天。哦，好，可以去，可以去那边走去点。哦哦，要去柜台点，然后在那边结账， yes. 可以来配吗？他这个要选，这个要选。配或配，配或配，没选。要，热的冰的都可以。因为我还是要吃啊，等下变晚餐。就等下是跟你点吗？不是。对啊，我在那边啊。哦。我不会跟你一起走过去的。对。好，那你帮我点，然后西单。热的冰的。你是半少。半糖少冰。好。好。那你要过来。好。来，哎，好。西南奶茶，半糖，炒冰。你说你是什么？那个苦，有点苦苦的，对。对。橙酱的那个。没有搭配哦。搭配，怎么没搭配？啊啊。Apple Pay。现金。信用卡。啊，有，先好。好。